刮掉两个相邻的草块，中间就会出现一条横沟。那我们向左方框倒水，右方框里面会充满水吗？众所周知，迷你世界已经更新，爱摸挖四方形是正常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挖掉两个相邻的草块，中间就会出现一个横沟，这个横沟非常奇怪。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草块，请点一个赞。我们向另一侧的方框倒水，而另一侧的方框里面居然没有水，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它中间是有沟的。在老版本中，我们挖掉两个相邻的草块，它中间是没有沟的，非常的神秘。并且我和学姐做了一个泳池，我们现在开始向这个泳池注满水，水会不会顺着这个间隙漏下去？小伙伴们三秒钟考虑一下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现在我们向里面注满了水，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，就是一滴水它居然都没有漏下去。牛顿都觉得非常的不合理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二个就是此时牛顿的表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我和学姐觉得应该是水它不够热，所以它没有漏下去。现在我们再来试一下岩浆，我和学姐发现泼满岩浆以后，这些岩浆居然也是一滴都没有漏下去，所以说这个间隙它非常的厉害，你们知道了吗？